瓜子，但说无妨。卓宝斋，可否替爷试商队采买珍珠？教人夺宝虽然失败，但你暗中找到卓宝斋替你收购珍珠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想让崔家死。那又如何啊？商海浮沉，如同战士沙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能少一个是一个。只为南海翻商，将抵达广州，他带的珍珠，我也一定都要拿下。跟我过来。中原人只知白色珠玉，不知绚烂财宝，这些东西都产自西域。郎主为何要给我看这些？别动，明日去见范商的时候好生打扮一番。丹吾，你告诉我，你是否已经搅入其中？的确是。你那么聪明又那么坚强，你想做的事情一定都能够做到。